今天天气真好哎，这是个适合散步还有遛狗的好日子。谁家的狗这么没公德心呢？新的学期换新的发型，啊，太好了！号码1499哎，哇，嘿嘿，你不要钱，人家只要1499哎啊！各位观众啊，1500跟1499，你们会选哪一个？1499，我来了，我要变成冰激凌。这一天，就因为一念之差，我选择走进了那间新开的美发店。可接下来一连串的倒霉事，都跟着这省下的1块钱，悲惨都发生了。啊！怎么跟杂志上的差这么多？见了小姐，小姐，今天消费金额是1499，收您1500，这边是找您的1块钱，谢谢。不用了啦。小姐，我们不收小费的。包包你的、啊，对啊，干嘛？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啊！谁哟？
找黑衣人有事吗？哈！ 需要一块钱吗？ 解救我了。
这学期啊，转了一位新同学，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我叫欧阳雨嫣，我是从东城高中转来的。因为我老爸喜欢看《天龙八部》，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但是其实跟我本人一点都不像。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在这边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老师，我报告完毕。 我们学校，这是我的荣幸啊！来，各位，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那雨燕同学，麻烦你坐第二排第二个位置好吗？啊，四海同学，啊，你刚从中东回来吗？啊，我知道了，美女坐你旁边，那种感觉很不好受。可是你也不需要这么奇怪的样子来迎接她吧？ 是他头发烫坏了啦！哦，头发烫坏了，干脆把脸整个遮住好了。哎，开个玩笑，好，开个玩笑。那我们再次热烈欢迎雨燕同学。你好，准备上课了，把课本拿出来。啊，寒假才刚结束。 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头发烫坏就认了，偏偏还让我坐在美女的旁边。夏雅同学，夏雅，等我一下。没事吗？嗯，没事啊。嗯，我想请问你。 请问你们家住哪里啊？哦，我家住在建国路啊。真的吗？好巧哦，我家住在中正路哎，很近嘛。很近吗？好像离了七八站吧。七八站。那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吗？可以啊，可以。哦，对了。 我今天可以请你来我们家吃我做提拉米苏吗？今天啊，今天我哪一个哪里倒霉啊？太难了，我有点事啊。这是正妹，哪一个啊？右边那个是正妹，那男的是左边那个鸟人哦。左边那个鸟人是什么鸟人？西班那个夏鸭，你不觉得他头发要多鸟有多鸟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对对对，他就是那个鸟窝头夏鸭。 放学后不要乱跑，晚上要出去吃饭，听到没有？知道。原来是那个天使啊！ 就是刚才你叫错那个男生啊，你认识他哦？哦，那是我弟啦。啊，你弟？那他怎么不理你啊？啊，对啊，怪人一个，讨厌。我喜欢。我是说，我喜欢，我喜欢吃提拉米苏啊。 刚才不是要邀我去你家吃吗？那现在我可以去你家玩吗？当然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去我家，我做提拉米苏给你吃。好啊，好啊，好啊！到了，到了。哇，好高级哦，不同的别墅啊。哇。
我是不同世界的人耶。哇！夏芽，你在发什么呆啊？赶快进来啊！好。哇，鱼，你家好漂亮哦！哎，换拖鞋啊，红色列上给你。哦，好。哇！哦。是我妈咪啦。哦，这还不是最搞怪的一张呢。不过你不用担心，她今天不在，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一点，随便走。我去准备一点点心哦。谢谢，一定在这边。坐一下啊！你回来啦，要不要吃我做的皮拉提素啊？哎，你们怎么不关好啊？奇怪。哦，这是我班上同学夏芽。你好。我知道。真的？你记得我？我就是从埃及古墓爬出来的木乃伊少女。什么意思啊？哎呦，他乱讲的啦！来来来，吃蛋糕啊！一块钱给你，上帝会保佑你的哦。他大概是忘记一块钱的事。哎，喝茶。哦。哎，雨燕，我有一个疑问哎。你和泪是双胞胎吗？不是啊，你怎么这样问啊？哦，我只是觉得有一点好奇啦，因为啊，我们俩现在一年级，可是泪是你弟，那他怎么也一样跟我们是一年级啊？因为我爸妈感情太好啦。啊？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跟我弟相差不到12个月。应该是说，我妈刚生下我不久就怀了我弟，这样你懂吧？哦，原来啊。雨燕，那刚刚不是说他也要吃吗？他在他房间吃啊。生活中真的有长得这么像偶像剧男主角的男生耶。
我又没有惹到你，你还说你弟呀？哇！你自己呢？傻笑笑那么久，哎，你脏不脏的？那么恶心呢？还闻？哎呦，有没有点卫生呢？你恶心死了！来来来，韩剧到了，我要看。别看什么韩剧啊！哎，我都要看球赛的人。切，我要看韩剧了。真是。 你这个年纪看什么韩剧？哎，韩剧里头啊，帅哥那么多，看多了会年轻的。哎，我就讲了吧，你这个年纪啊，看再多的帅哥都不好了。哎呀，你还说，我脸上的皱纹就是因为看你看太多才生出来的，害我现在还要敷脸。哎，你脏不脏啊？你去洗手好不好？拜托你呀、啊。哎呦，你脱下裤子，哎，你不要脱下裤子。 好像很不错哎，有什么好事啊？也没什么啦，不过我今天早上有遇到你弟，跟他打招呼。早。<笑>是哦，那他今天心情好像真的很不错哎。啊？不错，哎，那他是不是也遇到什么好事情吗？就是因为转学关系啊，所以。 我爸妈决定给他在家里办个 party，找一些朋友来家里热闹一下啊。 party 派对，哦，听起来好时尚哦。啊，就是找一些人来家里热闹一下，就这样子而已啊。哇，哎，累。哎，我带钱啊。我没有带出来，怎么啦？哦，我忘记带便当，现在又没钱吃饭了。 所以呢？嗯，所以当然是要跟你同吃一个便当啊，反正你又吃不。啊，不要跟我抢了！你吃了又不多，且吃且会手小心。什么？我吃很多，而且我今天超饿，你听不懂啊？喂，你有我饿，快点！我要吃那个鸡腿。当然有啊，你不要抢我便当了！哎，我吃卤蛋吗？不要闹了！我的便当给你吃好了。 减肥嘛，那我就不客气喽。哎，我和他除了一起吃了提拉米苏之外，现在又多了一起吃便当的交情呢。全校第一的大帅哥正在吃我的便当耶！ 这个不用留一点给你吗？没关系的。那也好，反正也没了。谢了啊，拜拜。哦，夏阳，嗯，不好意思哦，没事的。哦，对了，那在家里办的 party，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Party， 你是说那个时尚的派对吗？我可以参加，当然可以啊！你是我的朋友，又请累吃了一个便当，所以当然欢迎啊！太好了，耶！好像有一点失态啊，不会啦。 去就可以了，可是，奴婢下呀，跟大人报道，怎么办？
都已经比不过别人，至少也该穿个衣服补救一下。况且我这奇怪的头，啊，讨厌啊！喂。小宝贝，为了主人将来的幸福着想，我知道你随时都有牺牲的准备吧。再见了。吓你一跳，你看你紧张的。好歹你也是我花30块钱买来的，我怎么舍得把你摔死嘞？迪，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点钱啊？你要干嘛？就我头发烫坏了，我想把它烫回来吧。那个没救了啦，烫不回来了。拜托啦，这又关你老姐未来的幸福哎！我知道你过年的压岁钱都没有花，你就借我。不行，那是我的养老本，不借。还好吧？哎，等一下，干嘛年纪轻轻就像个老头子一样啊？好啦，我很少跟你借东西，你就借我。就算是老头也不借。你这样不见，不后悔？不后悔。好啊，这个呢是我在你房间发现的东西哦，如果给妈妈看到，不知道会怎样啊？要不要借？不借就算了。借点卑鄙，用威胁的。哎哎，借我啊，不然的话，哎呦，怎么样？没人这样子的啦，还我。借我钱。穿上这一件的话，一定很好看。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打完折4800。这件呢？这件4799元。啊！怎么又是差1块钱呢？这衣服在派对上送给蕾，她一定会很感动的。是啊，我可没为了1块钱贪小便宜，我可是很大方的。说不定他一开心就会抱住我，哎，搞不好他还会亲我一下。
谁啊？不是啊，参加。哎，门口的怪东西该出来认领下，是谁的朋友？干嘛？哦，你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啊？认识哦。我还以为你不来呢。我已经答应你，我一定会来啊。 那也不用这么搏命的赶来啊，很危险呢。其实这种派对就是累穷的在那瞎闹而已啊。不过楼下真的好热闹，对啊，来了一大票人。我爸妈答应给他办派对，结果他们自己跑出去旅行了，所以今天家也没大人，想累积一点晚风。哎，这个真的要借我穿哦？对啊，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嘛。 赶快换啊！我就没等你哦。哇塞，好漂亮啊！哇，夏雅，你这件衣服很可爱，比我穿的好看。真的吗？真的。好多人哦。 都是那个朋友，哎，还有外国人哦。对啊，他们都是模特儿啊。模特。哦。啊？这个叫果冻。果冻。嗯。啊哈哈！皮皮，对不起哦，我上次不应该笑你的啦。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啊？看人啊。嗯？看人？你觉得里面大概有几个人？哦，
概30个吧。事实上，我只认识16个，剩下的14个我并不认识。是哦，哎，你很受欢迎呢。你觉得里面那些人是什么样子啊？一群很漂亮也很开心的人啊。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嘛。不开心的人来这里找开心，开心的人来这里要更开心。到底开不开心呢？并没有人真正关心。开心，不开心，关心。好像是吧。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什么？里面那些人有些并没有影子。啊？没有影子？怎么可能呢？是人都有影子的。我的影子也不见了。啊！哎，你的话真的吓到我了啦！你看，你的影子就在这哦。你有听过彼得潘的故事吗？彼得潘？小时候好像有听过啦，但是。忘记他在讲什么了耶。忘了就算了。啊？对了，我有东西要给你。还有就是啊，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谢谢。什么？就是谢谢你的1块钱啊，你知道吗？你那天呐、啊、对我的帮助真的好大，因为你的1块钱，还好有你出现。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你就是真的天使哎。什么1块钱？什么天使啊？哎，就是开学的前一天呢、啊，我在一间教堂遇到你，那个时候、啊、你背上一个好大的天使翅膀哦。天哪、啊！那天我在拍照，1块钱只是道具而已。啊？只是道具哦。不过没有关系啦，你知道吗？虽然我有时候还蛮衰的，可是呢，到后来都会遇到很幸运的事情呢，就像上次的1块钱一样啦。谢谢你邀请我来派对哦。我有吗？那什么？这个啊，看就知道了。那时候就知道一定很适合你穿，果然没有错。
送我礼物，但是我又没有准备什么东西要回送给你，怎么办？不用了啦，是我自己想送你的，不用什么礼物啦。就好，我还以为是因为昨天要你去参加累的 party， 让你有点不开心。啊，没有没有啦，雨燕，你干嘛这样想啊？我只是因为那个。
瘦又这么漂亮，每天却吃这么大的一个便当，我真的好难想象哦。太阳，我跟你说，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其实啊，我只是外表看起来很瘦弱，其实我很粗的，我很强壮的，而且我吃超多，讲话也超大声，我一点都不淑女，真的。哦，我好饿哦。你好像很开心自己这样哦。助理，助理，你看那个是不是这学期转来很漂亮的那个转学生啊？你想干嘛？没有啦，哎，助理，你看呐，他跟那么矮又那么丑的女生坐在一起，那个画面很难看呐。怎么这么丑啊？哎呀，打垮他！好，看我的声卡球。撞到哈，哎呀，好心疼哦！哎，你们长眼睛啊！被打到不是我，是他啊，还不跟他说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啦。哦，没关系啊，你先休息一下哈。学妹，学妹，嘿嘿，我可不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啊？我叫刘一啦，啊，在学校里面啊，大家看到我都叫我学长好呢。你先干什么？那个球啦，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球？球嘞？球，他是我女朋友叫志玲啦，哈，啊，有机会我们再聊哈，啊，怎么会有个 Nike 还蛮可爱的啊，志玲 Nike 哦，不对啊，你还好吧？你要很开心嘛？没有啦，我这么爱你，我怎么可能啊？交新朋友啊？可恶！夏阳，你流鼻血嘞？都已经有女朋友了。还这样挑衅，我留不下了，我留不下了，这不符合剑道精神嘛？夏阳，可耻啊！不行啊，夏阳，你还好吧？夏阳，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了。不行啊，脸上还有球印，一定要擦药啦。哎，可是护士阿姨他们都不在啊。对，没关系，没关系，那我先登记，你去躺好，我躺哪有一躺，躺好啊。翘课了，我哪有？下午是体育课，体育课就可以不用去上吗？你现在马上回去上课。好了，雨嫣，你不要骂他嘛，说不定他是真的生病啊。哎呦，夏雅，他是假装的啦。情嘛，
당신과친구하고싶어요당신과친구하세요对嘛这样很好好今天讲到这边记得回去自己练习啊好班长记得今天轮到你们打扫了 好帮我盯紧一点下课차려考雷안녕하세요下课后面拖把记得拿哦收下这封信吗？拒绝他，他好像有点可怜哦。不过你真好，这么受男生的欢迎，老像我都没有被人家表白过。哦，我才不受男生欢迎的嘞！真的，我从以前就不受男生欢迎，而且我还是那种最不受欢迎的女生。真的啦，你以后就知道了。是姐弟，一样受异性欢迎，一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他越是否认，就越是让人觉得很在意。这些话，在像我这种没被男性表白过的人听来，更觉得完全没有说服力。几点了还不赶快去换？到时候迟到就糗。哎，你在干嘛？我今天不想上课。是你呀、啊，干嘛、啊？哎，我问你哦，雨恩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学校上课啊？要问你啊。问我？可是他不是请病假吗？他通常无缘无故不来学校，主要的原因就是和同学相处之间发生了问题。
而你目前是他全校最好的朋友，不问你要问谁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原委。好嘛，不然放学去你家看他怎么样啊？闯祸喽！闯祸本来就应该要负点责任的啊。好啊，那放学我们就一起回家喽。啊？一起？嫌自己不够丑啊？小心贴久了可是会水肿的哦。谢谢。那我们放学就校门口见喽。跟你有约嘞，对不起啊，你该不会一直到了刚刚才走吧？是等了一下啊。真的假的？一个半小时哎，这一个半小时，你该不会都待在校门口吧？对啊。为了我的一句话等这么久。我果然没看错，你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我都已经跟你约好了嘛。妈，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雨燕。哦，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本来应该要早一点来的，可是我因为……算了啦，怎么啦？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学校上课啊？怎么了？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夏芽，你现在一定很讨厌我，对不对？讨厌？不会啊，我为什么要讨厌你啊？因为我一直都在假装，我是一个很假的女生。其实啊，我只是外表看起来很瘦弱，其实我很粗的，我很强壮的，而且我吃超多，讲话也超大声，我一点都不淑女。不要跟我抢了，我超饿，而且我吃很多，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啦。其实我吃东西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只是故意在你面前装，让你觉得我不是那么淑女。可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一直都没有什么朋友，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像普通的女生一样，可以交很多知心的好朋友。可是班上的女生，大部分都不愿意接近我。请问你们家住哪里啊？哦，我家住在建国路啊。真的吗？好巧哦，我家住在中正路，哎，很近嘛。很近吗？好像差了七八站吧。差了七八站。那我们可以一起回家吗？可以啊，可以。你知道吗？我的食量是真的很小，但是总是会有人说是为了保持身材苗条。班上的男生稍微对我亲切一点，他们就会说长得可人怜的女生总是特别有好处。所以我决定转学到新的班级之后，我要大声的说话，我要吃很多的东西，我要主动和同学联络，我要努力的改变自己。但是那天我拒绝那个要帮我倒水的男生，我看得出来你对我的感觉，你一定很讨厌我，对不对？雨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可是你实在是太可爱了啦。是啊，其实你根本不用这样勉强你自己，我真的觉得你很好啊，真的，我是你的好朋友嘛，所以你就不要难过了，好不好？其实夏芽，我知道你会来我家玩，是因为我弟弟。这个吗？夏芽，其实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只是我没有说而已。因为我怕你会不理我。但是我跟你说，我是说真的，你千万不要喜欢累哦。啊？为什么？我应该要死哦！把它看完了，哎呦，你干嘛啦？夏芽，我觉得好像有人在跟踪我哎！